今天讲的故事《灰姑娘》。从前有美少女，她很小时候妈妈就不在了，爸爸娶了继母，继母生两个坏姐姐，没想到继母她吃剩饭、穿衣服，她想吃她的房间才有多少个人，她还很多小媳妇，还让她。洗衣服，然后煮饭。国王宣布他是皇家舞会灯光女孩。不过那一天，很多坏姐姐带着很多装饰不给她打扮。继母带着两个坏姐姐去参加，让黑姑娘哭哭。黑姑娘找不出好爸爸，在森林当王冠马车，天空铺一些漂亮的衣服。一到六三六以后，变魔法会消失了。城堡里，灰姑娘在舞会上面，王子正在吸着她跳舞，还开心的跳舞。一跳跳跳跳跳跳，几个爱吧，我好像消失了。灰姑娘冲冲花掉个玻璃鞋，舞会结束，王子在那跳舞的，老师叫他下坡捡脸。来到灰姑娘家，两个坏姐姐穿不下玻璃鞋，还穿破玻璃鞋，灰姑娘忘记脱鞋出来。王子慢慢穿下，这是三条新娘。王子过了幸福的快乐生活，谢谢大家的故事，我。